怎么样？你会不会有一点？你会不会有一点内疚？对啊，女生都会这样。比如说你跟我分手，但其实我还是很喜欢你。但那时候年轻的时候根本还搞不清楚你到底有没有真的喜欢这个人，你有没有真的想好这件事情？对，那就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，还是很喜欢他的。嗯，自己活在自己的偶像剧这样。谢谢。